你眼中的星辰窃喜与天真。大家好，我是 UNIQ 的高冷老小一博。你美如朝阳初升，晕红耳根。你唇上的细纹，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叫热苏打。因为我就是一杯热水，但是我骨子里面有一种冒险的精神，然后想去尝试一些自己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事情。我有想过说，那一天非常的累，然后躺到床上睡不着了，然后就会特别想家，心里就特别难受，特别不行，我一定要跳舞。还能跳吗？今天可以吧？啊，虽然他以前是跳舞，来训练营之后第一天这个运动量特别大，体温一层一层过程他还想看能不能重新发动赛车。是最脆弱的人，是厚厚荡荡念念不忘多情的灵魂，骨若清汤的人，语无伦次的人。现在不打了，不过血肉之身。第一次见面是在天天向上，有一个流星插进来，啪。你爱过什么人，有多少传闻。平常是不是也假，我替你挡箭，这个进来我替你挡。直播都变成这样了，是最脆弱的人，是厚厚荡荡念念不忘多情的